好啊，那待会就来进到我们这个最开心的这一个抽卡环节啦。大家都是很真实、很清楚知道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，独眼龙也知道。现在我只有135颗石头，要能够抽满偏难了吧，对吧？但我们还是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信物，就能够知道，好，我们是并没有任何特种干员的信物。狙击皇家信物是有，但特种干员没有。什么是特种干员呢？特别强的那一种。所以今天的重点应该是放在我们的温蒂必须要潜能5，可以吗？潜能5 ，W 潜能4，可以吗？啊，再加上我们有手厨的这个强大之力，再加上我这里现在又有几个石脸，我们先且看且走，好不好？且看且走，先按个单抽，突然当个小孩子。我们还有啊，单抽。こんにちは。还有，再单抽。再单抽一下，有吗？奇迹，米拉，好了，免费十点，走。来了，奇迹，奇迹也很好用啊。再来一个十点，我跟各位讲。突然没有很想讲，本来想讲，又默默的收回来了。但是这一次我一定得跟各位讲，我得跟各位讲，来，又突然讲不出来了。但真的这个话咽不下去，我一定得讲出来。我跟各位哽咽了，真的哽咽。不是，仔细想想，我上次抽魁影的时候就有点感觉好像不太对劲，现在是不是又有点感觉不太对劲了？各位，我有话说不出来。蓝猫哪是怂，从来不怂，只是我在思考天地异象为什么会产生在我身上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要召唤我的好助手，我叫我女朋友帮我抽一下。请，救！你是不是睡着了？那你的运气有睡着了吗？你有看到这个拉链吗？它拉开来，要是火冒三丈，真的代表你有料。他要是没有发出采光，那我只能说没料。你要再挑战个十连吗？我今生今世最后的力量就在这十连了，我帮你按下去了。今生今世我毕生精力就在这边了。你这个十连没抽到，我就得再刻一单。你这个十连价值3290块，来吧，3290块的十连，我去出资了，各位。伙计们，我区区就来，我怎么这么难抽？你能相信吗？从魁影的那一池开始到现在，我好像就走进了泥潭。这次我剩一物，干打比我怎么剩一物？我找蟑螂过来嘛？等一下，刚刚那一句不算，我那刚那一句要九点以后，好像九点以后才能讲。完了，待会打比不出，好像也没办法了。我们可能要用保底换他了。W， 原谅我啦！不一定要 W， 搞不好会过来揍我。A 双六星，来，温蒂，双六星一定有一个。Nice！ 我跟你讲，我感觉到那个 feeling 好不好？全部都来了，来了！我跟你讲，感觉全到了，大师兄都回来了。再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近期就歪这一只角色而已。他怎么成恶啊？天哪！哎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公道自在人心。而那一个气运一来，身为一个抽卡不敢说自己职业抽卡，但抽卡多年的玩家，我知道那 feeling 一来，我这十抽就是哎呀！但是我知道。那个气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三十抽内出 ，OK， 三十抽，干，帮我倒数，3、2、1，来，1、2、3 ，bang， 有没有？那个气运一来，我知道，我感觉到心中的这一个那个，你懂吗？激昂跟前面美女的相伴，这一个就是 W， 你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温蒂也是不错。说老实话，温蒂也不错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挑？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。来，继续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两个温蒂，反正是我最……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买 pace， 我的主场的温蒂是什么？特种
特别强的那一种，圣经都有教，生然不要吵，对吧？而现在温蒂已经两只了，对吧？我身上所拥有的那个皇家信物又只有狙击，也就代表什么？已经进到了我的回合了。六只温蒂，四只 W， 变。我跟你讲，进到我的回合以后，我可以准确的指出六星会在多久以后出现。再给我三十抽，三响亮的钟声，当第一声，当啊，不小心多当了一声，不好意思，这是第二，刚刚那个第二声，三十抽，三十抽，而且我这个钟声一敲，它是什么？人民的觉醒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卡池的对立面。我就在抽爆他，对不对？这个钟声一响起，这个卡池一进去，我拿出来就是，我先检查一下，奇怪，70%不是吗？抽得上50%，好，我跟你讲，可能有一些差错，而这种差错呢，我通常是个人建议重开游戏。刚刚那个一定是误会，一定是误会。我现在进到买配时，我这个待会。仔细看好，仔细看好，各位，仔细看好 ，watch， 奇迹将要诞生，两个六星，一个温蒂，一个 W， 你信不信？待会两个六星，一个 W， 一个温蒂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我就问你信不信？不信是吗？不信的人一定要信，不得不信，好不好？不得不信。相信梦里会有，没问题。我这个温蒂，完蛋完蛋，我怎么感觉突然进到了一个不好的节奏 ？W 呢？嗯 ，W 生气了吗？不是，不要这么小家子气吧？大家开得起玩笑嘛，对不对？别人以为开我玩笑啊？我道歉，我哪这么道歉？我刚刚不就跟他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？我道歉啦，不是我在说，好险，这一个东西还在。我怎么214抽了？这个游戏抽卡的快乐，这冥冥之中214抽，我已经抽掉了四单。抽掉了四单，虽然哦，我的痛苦可能变成你的快乐，但是那氪金还要被人家问是不是机器人，太过分，真的太过分。佩佩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开心环节又回来了。好，大家我们就抛弃掉刚刚那些啊烦恼的情绪，烦恼丢一边，快乐拿回来啊！氪金让我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氪金让我来，伙计们，要是我倒下了，我去去就来，不要担心，来！抽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抽一只，保一只，抽一只，保一只，抽一只，保一只。他输得快还是我钱赚得快？抽一只，保一只，抽一只，保一只。